这是啥呀？这怎么会有上下铺呢？这是我最害怕了。哦，出问题了，这个，哎呦，这是个迷宫吧？哎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这好像有手套，要不要戴一下吧？要戴，要戴，要戴。哎，糟了，糟了！哎呀，哎呦！的放弃。给你唱首歌吧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变的模样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都一样。都一样，去呀，去吧，那最卑微的，去吧，往好看的人了，谁啊？我正前方，我正前方，我看见了，我也看见了，我也看见了，他们小红，你跟他打个招呼，小松，他不像小红，大家别急。小红是之前一样的受害者，现在我们跟他是站在一条线上的，他一定是不会伤害我们的。我们来了，小红有什么事跟小松说。小松不说，小松不会说话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咱们一会儿就放心了。那见着小红，咱们跟小红好好聊一聊。小松跟你是双鸭的，你们才是一家人。哎，段教授！哎，段教授！哎呀，火速老师，这是人吗？走，这确实是个人类。大家别说话了，然后走快一点，走快一点，走快一点。哎，不行。走快点，不是走这儿，走那边。不是，难道爬上去吗？不能吧，不能吧。应该是要爬上去的。这不肯定要上去爬嘛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阿普身先士卒。这是个假人，这有个。等你捡起来，让我先上去。你先别上，安心，你等等。没事，松哥，你在后面坐。哦，别，走！你们能不能让我先上去？我好慌。哎，你们别急，等我先上来。别急，我先上来。嘘，这是走，请往前走，往前走吧。哦，对，这儿应该可以走，这个铃铛。不是，为什么要我走前面的？好奇怪啊！你自己自告奋勇走前面的，你快捡，赶紧速度！嘘，大家别把坏人吵醒了。嘘，大家别把坏人吵醒了。别动别！不要碰吗？不要碰！哦，你不要扰人清貌。